既往如你，逆境中走向光荣，一如既往如我，归来从未变初衷。你看，我现在就在设计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我把这种武器啊叫做千机伞，它可以根据荣耀全部24职业20级以下120个转职前的低阶技能做出相应的调整，无冷却的变换各种形态。一如既往如我，为故事写着最终，平庸不止于平庸，巅峰不甘于巅峰，约定下来与你我再相逢，如期归来必去是汹涌，沉默如回风雨中，站在星辰最顶峰。千机伞，等级五，重量2.3千克，攻速做自己的英雄。我曾见过这份战的企划，山战斗法师展开，可是我想尝试一下其他职业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，选职业很重要。职业在我们的荣耀世界里，你要被职业束缚，要不啊就一定要做全职高手。归来从未变初衷。我有个朋友不愿玩的特别好，后来他走了，他告诉过我一句话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吧。站在星辰最顶峰，那时的我才懂，曾经的我一直在做自己的英雄。我曾见过传说。